一个啊，可能这个是 F 啊，这样你去尾分，尾分，那尾分这个是一减 x 要平方，上面尾分是一，其实一可以不要写啊，减掉，下面尾分是负一，然后 x 照抄，这样，所以减掉负的变成加了，所以这就变成一了，然后这边是一减 x 的二次方，同样，它可能叫你微分两次，你把这个微分两次，也就是这东西再微分一次，啊，再微分一次，啊，这是平方的平方是四次方，好，微上是零，啊，这边要减掉，换这个微分，这微分呢，根据我们讲的公式，它应该是这样。然后乘以一减 s 的微分是负一，所以它答案就变这样，正的。这一减 s 消掉一个啊，就正二。然后一减 x 呢，变成三次方。那如果你这微分式就是对这个微分呢，这微分式。这样的微分三次，那这边就变成六次，三方的啊就变成六次方。啊，这个二，这个二先放到外面来啊，负的这个微分三，这边变成平方，一减 s 微分有个负一，这样，这是答案。那当然你这边可以把它改一下，这是二三得六，这样，这是答案。